家好，欢迎来到爱情与婚姻的迷雾频道，让我们一起来剥开爱情与婚姻的迷雾。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文章是门当户对。相信大家对门当户对这个词再熟悉不过了。门当户对在以前是指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相当，很适合结亲。它最早出自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中，书中写道：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在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第72回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他两家也就算门当户对了，一说去自然成的，谁知他这会子来了，说不中用。但要说门当与户对原来是指什么，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其实门当与户对是古民居建筑中大门建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用于镇宅的建筑装饰。这种建筑装饰现今存留不多了。所谓门当，就是放在大门两旁的一对石墩，用来镇宅装饰，稳固门面之用，俗称门墩子，又称门座，也有用石鼓，是因为鼓声宏大威严，人们以为其能辟邪，故民间广泛用石鼓代门当。所谓户对，就是嵌在门楣上或门楣双侧的正六角形或者圆形的砖雕、木雕，柱子长一尺左右，俗称户对。在这突出的柱子上会按照地位涂上油彩或图画，或写上吉祥福寿等祝语，这些都是地位的彰显，光耀门楣就源自这里。由于它位于门户之上，且取双数，有的两个一对，有的四个两对，故名户对。门楣也有区分，门楣上有两个对称的柱子的，对应的是五至七品官员；门楣上有四个户柱子的，对应四品以上官员；如果有十二根柱子的，则只能是亲王以上的品级才能用。因此，古时候的人在儿女嫁娶决定前，常会暗中观察对方的门当与户对。而门当与户对连起来说，是特指衡量男婚女嫁条件的一个成语。我们是否发现，在民间，青年男女结婚通常被说成是娶媳妇而不是娶妻子，也就是说是公婆在娶媳妇，而不是男性当事人在找妻子。正是因为婚姻关系影响整个家族的核心利益，而从整个家族的利益出发，就必然强调家庭或家族之间在社会地位、门第和财势上的对称，而反对地位不相称的婚姻。因此，皇帝的女儿是不能下嫁平民百姓的，王子也不能娶一般市民之女。事实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婚姻关系就完全是由家庭、家族的利益为基准的，从而存在各种限制与禁忌，讲究门第与血统。氏族与寒门之间在婚姻上则被禁止。一般的，这些禁忌与限制往往贯穿这个原则：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的同类婚姻与相等性原则，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如良贱不婚、官民不婚、世庶不婚、贫富不婚。现在对门当户对的认识存在不同层次和维度的解读。一般的，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理解门当户对的含义。一个视角是男女当事人之间的视角，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就是婚姻当事人眼中的门当户对。第二个视角是男女所属家庭之间的视角。一般的来说，这一视角上的婚配更加注重社会地位和财富与利益的相称性。特别是在古代中国以及所有的传统社会，由于青年男女在经济方面独立性很低，所以家庭中的子女的婚姻在很多方面都会对他所在的家庭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父母和其他家族成员在子女的选择对象的过程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成为婚姻的决策者。他们往往要从整个家族的利益来考虑婚配关系。
婚姻当事人的门当户对与家族门当户对往往会发生冲突，例如郎才女貌是婚姻当事人的门当户对，而门第是家族的门当户对。如果貌美但门第很低，或者说貌不美但门第很高，那就会产生婚姻当事人与家庭的冲突。在中国古代流行的爱情小说中，往往就有富家小姐救落魄书生的故事。小姐除了暗地以身相许之外，还给书生进京赶考的路费，而小姐的父母却往往嫌贫爱富，对书生百般刁难。即使在小姐和书生之间已经生米煮成熟饭的情形下，还是要逼迫书生满足某些要求。这种情形在古代社会往往被称为门不当户不对，如《珍珠塔》一书说描写的爱情就是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但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结局往往是皆大欢喜的喜剧，结果男子中了状元，这就又门当户对了。社会越朝前推，家庭或家族对婚姻的影响就越大，而对婚姻者的影响就越小。原因是社会越原始，个人就越缺乏独立性，也就越隶属于一个家庭或家族。因此婚姻还主要都是父母或族长安排，此时婚姻考虑的门当户对往往也是在家族层面上的门当户对，也就是说婚姻主要考虑的是男女双方的门第是否相等。此时婚姻当事人的利益和情感在这里是微不足道的，因而青年男女之间的私交、私通、私奔就被视为禁忌而受到禁止。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遵循这种选择婚姻对象的原则，在选择配偶时，门第观念，也就是门当户对观念都比较高。无数有情人因门不当、户不对而被活活拆散，凄美的爱情故事被搬上书本荧幕，千百年来惹人怅然。可见传统意义的门当户对与人们对真爱至上的憧憬的背离。直到今天，门当户对这一古老的婚姻对象的选择的原则，我们仍然可以到处看到它的幽灵。我认为门当户对的这一原则在今天仍然存在并发生助作用。因为一，我们离开封建社会不过只有100年；二，我们在思想观念上还在继承着这一文化；三，我国社会大多数家庭的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达到可以抛弃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来选择婚姻的对象。四，门当户对在现今的中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所以，门当户对在现今的中国还占有很大的市场。如，高干的子女找高干的子女，红二代找红二代，甚至红三代也找红三代。权力、财富、声望与美丽、年轻、漂亮在进行着频繁的交换，这难道不是门当户对吗？如果要说现代的门当户对与以前的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认为现在的门当户对最终的决定权是在婚姻的当事人，而不在家庭与家族。在封建社会中，子女的婚配是完全由长辈来一手决定的，而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来选择的。长辈们不可能会考虑婚姻当事人的感情如何，因为双方从来也没有接触过，何来感情？最多看一下长相，看看配不配我们家的儿子或者女儿。在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婚姻当事人的事，一切根据长辈的意见来决定婚姻的。而今天，即使长辈在考察了对方的职业、年龄与家庭状况后，并不是自己就一锤定音，最终还是会遵循子女的意见，由子女来做最后的决定。实际上，长辈在把第一关，即客观层面的第一关，等第一关通过后，由子女再把主观层面的第二关，或者说是长辈先把物质关，子女自己再把精神关。但是话又说回来，个人选择对象的标准
和家庭选择对象的择婚标准有时在短期内往往存在冲突，但从长远来看往往具有质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与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家庭的价值观会影响个人的价值观。由于门当户对，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容易产生共同的兴趣，在未来生活中就更容易形成默契。所以家庭做出的选择最终往往与个人做出的选择趋于一致的。家庭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选择的对象最终被个人所接受。现今的所谓门当户对实际上已经进化了，今天的门当户对已经把对象的个人因素放入了里面，而弱化了绝对的门当户对，而是强调相对的门当户对。如大多数长辈并不绝对地要求对方的家庭地位要与自己的完全相当，但却把对方的职业这一元素放入了其中，有的还把学历放入其中。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门当户对的内涵有一定的变化，但是门当户对的总原则没有变，只是它加入了现代的一些元素。所以，我们归纳一下：一，现在的婚姻对象的选择应该是两道关，一道是门当户对关，另一道是感情关。如果长辈认为婚姻双方是门当户对的，而婚姻当事人始终谈不出感情，长辈也不会一味地坚持，如果既门当户对，又擦出爱情的火花，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这样的概率确实太低。二，现在的门当户对的内涵有所变化，他把对象的职业、学历、地理位置、民族等也考虑进去了，弱化了原有的门当户对的内容，加入了许多现代的内容。中国古老的婚配标准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提倡的以爱情作为婚配的标准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因为根据门当户对标准所匹配出的一对新人情投意合的概率很低，而根据爱情至上的标准所匹配出的一对新人又恰恰是门当户对的，也同样是很少有的。另外，在今天社会，绝对的只要求门第而不考虑感情的为数不多，反过来绝对的要求爱情至上而不考虑其他一切的也为数不多，大多数的长辈与婚姻当事人都是处于感情与门第的两个极端之间，可能有的考虑客观的条件多一点，有的考虑感情方面的多一点。而在长辈与婚姻当事人之间，长辈强调门第的较多，而婚姻当事人强调感情的较多。婚姻当事人与长辈之间经常会在这一问题上产生矛盾，最后在感情与门第之间选择一个双方都能接收的点。这就是现代婚姻的选择原则。